자, 캐릭! 캐릭! 자제! 欸，大家好，我叫做郭宏斌啦，伫教历史的啦吼。本来是课程是排今仔日的五点到六点啦，但是头一节课即个陈国亮哦，腹肚疼，我倒来哦啊，所以吼，所以大家靠我的时间吼延长半个小时吼，为。为即马讲啊三点，点半真久，吼、哦、啊，刷落点半真久了后，话咱迄个议长张文燕，吼、哦、张文燕讲刷了后，再佫换即个谢锡安讲美国精神，吼、哦、稍微调动啊，四点真久，分互三个人去讲啦，安尼啦。啊，即马要来讲晚清吼，因为我即个逐回在讲哦，内容无同款吼，内部内容无同款，因为咱台湾历史吼有四百年，要讲起来嘛是真长啦吼，吼啊，所以材料真多，啊材料真多吼，我不爱重复，吼，所以顶期。讲的哦，啊，我这期都无讲，佮继续落去，所以到这个叫做满京巨台山呐、啊，有三条吼，对、就是第一期讲啊，第二期讲啊，现在讲第三期啊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顶期讲的讲什么代志呢？吼、哦，遥控来接。顶期讲哦，得讲这个林松文哦，抗清啦。林松文抗清是1786年抗清哦。美国革命是1776年，啊，抗清的时阵哦，咱台湾人发出要独立建国的心声哦，有成功无？相当成功。甲满清兵拍败，咱台湾兵用个德国刀菜刀都甲满清兵拍败啊！啊，满清第一次派兵来，照常甲拍倒转去；第二次派兵来，照常甲拍倒转去；第三次派兵来，吼、哦，佫加上一个分化的空隙。甚物叫做分化的空隙？就是甲你。台湾人吼、哦，甲你分作葫芦人、客人、漳州人、泉州人，甲原住民，啊，互恁互相袂合，哦，互相相打，哦，啊，这个相打吼的时阵吼，即马发生啊，即个庄代田的仙姑殿吼，庄代田是虾米人？庄大田呐、啊、吼。庄大田就是林松文的一支军队，在屏东。屏东的这支军队哦，嘛真有力，甲满清拍败，在屏东的部分都赢啦吼。啊，但是满清即阵第三次征兵来，啊，就有一挂西瓜派。西瓜派，你知道啥意思哦？西瓜挖大饼啦吼，西瓜派啊，西瓜派看话挖完清来，安来挖完清啊，这都伫发生的伫这个所在，即屏东这个所在吼，这个就是鹅卵鼻啦吼，啊嘛即猫头鼻啦，即屏东，屏东这个所在有一个所在叫做六堆，六堆吼有前堆后堆什么什么什么堆吼。啊，总之又对了吼，啊，就是甲你分化吼，一挂人讲啊，咱来西瓜挖大饼，来挖完成去饼，吼、
啊，挖半径一边，啊，都正代连都该拍了，还有退半径打下汗马功劳嘞哈。啊，正代连看一个气质嘞哦，专外破半径啊，专对付六队。哦，啊，六队大部分拢是客人。啊，对付六队，啊，六队的人哦，哇！哦，正在连无要去拍万青，来要拍阮，就甲万青讨救兵。啊，万青讨救兵，万青讲我插插你，你有啥物人，我要插你，不爱插你，啊，不爱插你吼、哦。所以，伊迄个村庄吼、哦，全去互正在连吼抬。啊，抬的时阵有人做一首诗啦吼。哦美人垂珠帘呐，哈，身作蹴蛾眉啊，但见泪痕湿，不知心恨谁。因在要恨啥人？现在要恨万清政府，万清政府你都你，伊也无答应叫你来啊嘞吼，啊你家己要四国挖大饼嘞吼，哦啊你去叫家救兵啊，我都那都插你。啊！要扶这个郑代田这边嘛，向个下人叫伊去，要去拍郑代田，哈、哦，不知心恨谁了，哈、哦，哦，这里是历史典故，就是讲西归派和西归派注意，哈、哦，这里、个、就是第一个分化的空隙，哈、哦，一直在台湾的进行，过去进行。就是讲，第一个阿武王主义崛起伊个时阵吼，发生分化台湾人吼、哦、有利益，对统治才有利益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台湾伫满清统治213年中间，有138遍的起义。吼、哦，安奈遐侪遍，三年一小反，五年一大乱。啊、到底万清是安怎管的？哦，啊、管个乱七八糟，哎，都贪污腐化了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今仔日来讲一寡例，吼、哦。这个郑代田吼，万清吼，用个新战术新战，就是讲我甲你分化。啊，分化了后，郑代田这边输，哦，输了哈，啊、哦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了哈，好、哦。但是今仔日咱也阁无看到郑代田这个民族英雄哈，第李纲哈，这个。这李纲吼，故居李纲吼，诶纪念，任何纪念碑啦吼。哦，咱的台湾民族英雄吼，哦，拢无互人受到尊敬。哦，这回咱要去日本，人日本为着咱台湾人死去的三万一千华人吼，甲你立碑，甲你纪念，吼、哦，互你，甲你尊重。啊！但是咱台湾人为国民党死的吼，没有嘞，吼、哦、啊！为台湾人死的到这阵不没有，所以咱也无当家做主哦。这是一个案例了哈。哦，福康安吼、哦，这是满清派来上大的将军了哈。平定台湾的农民革命了，哦，啊，伊都挑工建了番町4000名，分南北两路，哦，啊，都清朝设立番屯，伊那都爱设立番屯，他以番治汉，伊感觉讲要统治大多数人的台湾人哦，都爱甲你分化。啊！你分化，
哦，还啊，还啊，以还还屯哦，诶，这头哦，还汉以还治民的哈、哦，利用兵部族来平定民变，但是兵部族啊，因为安尼加速汉化。这是当时吼、哦，外国人为兵部族的情形了吼、哦。啊，这到这乌色的吼，乌教这个，这是咱台湾土教吼、哦。台湾发生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因素？哦、因为满清派官员来台湾哦，任期短，奈任期短，就是你若长吼，会当要食产生感情，吼、哦，伊惊吴三桂吼、哦，迄落去带云南十年了转反清，吼、哦，本来是我四桂我大平我去满清，啊，即即摆才反清咧吼，啊，所以。任何官员来台湾，三年官，干来在做三年官，所以咱俗语讲三年官两年嘛。做台湾来台湾做三年的官吼，两年吼，落地啊就得个满满满，啊，三年官两年满啊，所以任期短，啊不准吸卷，你不阿囝袂使抓来台湾，你抓来台湾，你规家口啊拢得甲换。你不要放在中国哦，你若在台湾给他造反哦，我就给你抬。啊，满清呢，用我这制度，第一，满人统治汉人，满人的人口在1644年人口才40万、60万，连囡仔才算在内，查某算在内60万，啊，汉人的人口是6000万，啊，那加上。无够世纪咩，加起差不多有1亿。汉人的人口是满洲人的100倍。啊，用个一爬升的人来统治汉人，甲你管甲多多多。汉人是一个奴隶民族，非常奴隶的奴隶民族，和一爬升的人管268年，还阁管甲足欢喜。哦，咱即摆来讲哦。什么曾国藩？我看历史，你无徛在汉人的立场下的历史。曾国藩把这个太平天国打败，安是对满清立功啊，但是对汉人无立没有立功嘛，他是汉奸嘛，哦，所以咱即马都爱国家己好定思考一下。历史上写的物件吼，无一定是准哦。一个薪资特低，来台湾的吼，官员的薪水特别低，啊，你都爱想办法家己外国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三年一小换，五年一大乱，啊，对台湾人民，我采取分化的政策，啊，咱头都有讲，咱台湾人。该区别吼、哦，这个兵部族兵部番吼、哦、啊，这个葫芦人，各该分做漳州人、泉州人吼、哦、客家吼、哦，啊，互你互相去内斗，啊，你内斗的时阵吼，伊安尼伊安都爽啊。反正官员吼，你内斗你家己去抬抬事，安准拄好，甲伊都无关系。吼、哦，啊伊迄个官员官教主，吼、哦，所以贪官成群啦、啊、吼、哦。来台湾的官员哦，经过福建的时阵哦，爱买官来作业。我要去台湾做官哦，有通谈。啊，所以先爱包红包，吼、哦，买官，带有通来台湾，所以来台湾自然有讲
千里为官，只为财啦。我现几千里啊来个台湾哦，是为着财我才来啦。所以满清统治台湾的时候哦，乱七八糟了吼。啊，人民唔甘受害，主动组织对抗满清政府，吼、哦。加上天地会的领导，什么叫做天地会？天地会就是郑成功的宰相啦，吼、哦。迄阵唔是叫做宰相啦，吼、哦。但是是即部等于宰相吼。陈定南，不是陈定南啦、啊，忘记了哈，这是等的哈，哦，啊对，伊建立一个叫做啊陈永华啊，陈永华，对，啊陈永华啦，哈、哦。陈永华哦，陈永华设立洪门天地会，好、哦、啊，洪门天地会，天地会啊，洪、哦、门啊，那叫做洪门哦，因为伊是要反清复明嘛，啊，明是朱洪武嘛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是洪门，好、哦、啊，洪意是是汉哈、哦，汉朝的汉哦，无中土。并做洪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洪门天地会，洪门天地会哦，这个组织真特殊，吼、哦，到我今仔日还阁存在滴，吼、哦，这个组织哦，要就为台湾传去中国，哦、啊，为中国再阁传去世界各地，啊，传去啊，要就阁传转来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。这个在这反的中间哦，满清政府嘛不是推啊嘞。乾隆皇帝讲讲，啊，那有迄个洪门天地会，我来组织一个青帮，我买满清的青帮，好、哦，啊，青帮吼、哦、都、就是提这个漕运，哦，有一条运河叫做漕运，啊，漕运所有的人哦，拢加入青帮，青帮都是要维护满清。结果你知道蒋介石是加入青帮，台湾的一挂将军的官员拢是青帮的，哦，这拢无自己的思想，哦。所以满清政府打败这个林宗文了后，把这个。作为十全武功之一的，满清政府的乾隆皇帝、乾隆皇帝，哦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嘛，乾隆是圣公是第一清朝是一个有能力的皇帝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有这十全武功了，吼、哦，但是这个时间吼、哦，这是。美国革命是1776，啊，这是1786，都差十年啦。咱台湾差十年，啊，美国那成功，美国成功，除了美国人去打败英国人以外，英国到遐退，袂晓阁征兵阁起来，一次征兵、两次征兵、三次征兵，甲一个甲你消灭掉嘛。英国要征兵，但是美国人有去要求法国到家出兵，所以法国出兵，哦，阻止了英国国出兵，所以美洲才有法度独立。啊，咱即摆台湾要做革命吼，要独立，你无外国的帮忙哦，免想啦。免想啦，尤其即摆现代的武器甲以前的武器阁无共款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免想，就是讲一定爱外国帮忙。所以咱民政府在行的路线吼、哦，是往个美国当面做后盾哦，
这是真正确的方针。那看到那过去的历史，你就知讲啊，这那无外国的帮忙哦，未成啦。啊，虽然秘书长常在讲，台独运动行唔到房间啦，哦，行迄个房间哦，无出口的，哦，啊，咱得行这条路线才正确。那是台湾跟中国的距离，犹如美国跟英国隔一个大西洋，哈、哦，好、哦。但美国出现乔治华盛顿，哈、哦，台湾都是林松文，哈、哦，所以林松文应该是爱荷兰金欧罗才对了，哈、哦，好、哦。林松文失败了后，不是讲安尼就结束啊。在乾隆年间，阁有人重新组织天地会，吼、哦。1792年，吴光彩嘛有阁组织，吼、哦。啊，1795年，当陈光发吼复兴天地会，吼、哦，哇！1802年，白起的小刀会，真多真多反清事件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提几件来讲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。啊，迄阵，即、這个林松文起义哦，到底开偌侪钱？吼、哦，开偌侪钱？约1000万纽银啦，吼、哦。我比价来算吼，约1000万纽银都是即个天文数字啦。咱即马讲1000万纽银，那什么意思哦？有个人估计是。40万纽，吼、哦，银440万纽，吼、哦，那是千万的意思就对了。啊，到底死偌济人？哦，林松文这个起义死偌济人？满清政府宣布，因是4095名，4095名。但是你爱知哦，这个数字无含、无算哦，在台湾叫做湘勇跟清满清的义民军呢。清满清的义民军呢，无算小了，你我没有把你当作人看呐。就是安尼，迄无算数啦，迄就不得无得万金来，就无甲你算数吼。那毋是万金的正规军，啊，那万金正规军那死啊少，原因吼，第一台湾吼，迄、那个派来军队少，第一。台湾来管台湾的军队哦，无满人啦，无满洲人啦。满洲人统治汉民族，啊，我干那一爬身的人，干你统治我加我一百倍。阮家的迄落白痴哦，拢去恁遐做军长啊嘞吼。啊，你要叫我安怎统？哦，啊，要派军队来台湾，去吃饼。哦，派满洲人来做台湾的吃饼。所以哦，伊拢派不可信赖的汉人来台湾做官，啊，汉人就趁这个时阵都外国，哦，啊，所以哦，为完成的记录，台湾的义民军红台是有4714人，哦，但是真侪人无算在内啊，即个数字是参考就好啊，吼、哦。哦，这分化的台湾人，尤其是满清义民军，视为工具，工具用完都该抛弃。我把这个义民哦，当作一个工具，这工具用完，你共推啊，共共的，哎，啊这我要做这些多啊，还要做啊，啊这共推啊不重要，放在等那边啊去，该收起来还是该藏起来，
还是该欣赏嘛，无要紧。啊，我多啊都做好啊。哦，这义民吼，满清义民军吼，就是伊的工具。啊，当时吼，还佫一个算法，就是讲吼，米价起。哦，咱台湾出三米，啊，但是米价起四倍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台湾人大量去用台币，哦，高出四倍，哦，涨四倍，就是因为战争，台湾重兵死亡，啊是被杀，啊，所以有残无去耕作，啊，所以米价起。啊，规个台湾吼、哦，有44万人吼、哦，44万口，小口21万口吼、哦，是难民呐、啊。哦，人口估计在1795年吼、哦，咱讲1786年吼、哦，就是10年过了后，是台湾人口是130万人，啊，130万人。来对44万人是难民呐、啊，所以也是讲吼，差不多只要一半的人吼是难民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台湾是积极了足艰苦的，啊、哦，而且所以有51.4%是难民呐、啊、吼、哦，林松文革命了8年，吼、哦，本地人有51%是难民呐、啊。啊，这个战争完了，满清政府就大量在抬台湾人了吼、哦。台湾事件完毕了吼、哦，中国至少损失10万人，在破病跟叛徒的多花，哦，开200万纽文，哦，这都是这个战争的代价。这场战争耍，但是不是讲完全安尼都改过自新，把贪污腐化改变没有？哦，伊继续贪污，所以1795年，陈周全、陈公爱两个陈哦起义，哦啊，本来也无要起义啦，哦啊，但是两个人哦。开会了吼、哦，密议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召集天地会盟友，啊，一招，哎、欸、呀，那超过数了，过了百人，大家拢要来反清。本来是两个人，他们也得讲来了，啊，一招来了，招都几百人来，啊，几百人好啊，啊，安尼哦，就武装先攻黄山，吼、哦，啊，无成功吼、哦，啊。但周转哦，走到洪山去，到个走离洪山，到个彰化，到个彰化哦，毋是到彰化都无代志啊。短短一个月内底，佫得到一军愿意献出家己性命，向统治者抗议哦，反抗的彰化天地会党员呐、啊、吼、哦，所以你规个台湾拢去完成。你洪山是伫南部咧，啊，走来中部的彰化，啊，彰化一招嘛是一群人要来反清，哦，哦，啊，所以当时哦，伊就甲分漳州、泉州、广州吼、哦、三股势力吼、哦，啊，各1000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来拍鹿港，啊，攻破彰化城。啊，嘛要来围攻嘉义城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嘉义城吼，那叫做嘉义，嘉义的古名叫做德罗嘛，吼、哦！啊，因为这清朝的时候哦，这林爽文这个起义吼，啊，嘉义城吼，去这个林爽文的兵给围起来。
啊，就鼓励，完全就鼓励。伊讲吼，即、這个来拍，即个伫罗城的即个林松文是漳州人啦。啊，住喺嘉义城是泉州人啦。所以恁泉州人吼，你爱甲漳州人拼。啊，所以泉州人吼，推推啊。所以全退完全去拍。怕这个漳州人的这个林松文这边的部队哈，啊，这个代志过了哦，这个乾隆皇帝讲，这个德罗城哦，易行可嘉啦，所以改名改做嘉义，所以这嘉义这个名称哦，会由来哦，无啥光彩的。卖想讲家己这名字好听好听哦，啊，其实是无光彩，是哦，你做了别啊会多起名啦吼、哦，啊，我即马大家话啊，食做大声的吼，啊，而且知影这个代志了，民政府呢之前吼，得经过公道，看要这个多起名要改无，吼、哦，啊那要改就来个改，吼、哦，这是。不义的城啦吼，去予人分化吼，啊唔知影见效吼，啊这是讲历史，啊都讲啊这的时阵，你就知讲啊，家己吼无啥物值得赞美啦吼，应该是安尼啦吼，啊，这吼。彰化城去用攻破，吼、哦！彰化城，我国民革命军打破，吼、哦！啊，完全是假路的啦，成立清满军的义民军啦，吼、哦！那有法度当成立清满清的义民军，你来做了白啊，我都给你官威。予你钱，啊！你若去用台戏，我都甲你起庙，甲你起移民庙，吼、哦！啊，予你免租税，吼、哦！啊，这犹太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犹太时阵，啊，都一挂人都活起啊。所以移民庙，毋是，咱即摆了解是讲客人为主啦，但是毋是。漳州人也有，泉州人也有，有漳州移民庙、泉州的移民庙、客家人的移民庙、原住民的移民庙，通通有。要做了别啊，什么人拢有，吼、哦。只不过经过这几百年了后，即卖还阁无觉醒的，吼、哦，还阁感觉讲，这移民庙是好的代志，吼、哦，是从客家人来的啊，客家人。哦，那爱犯这个错误，伊有新的客家人的理论，就讲，咱客家人住喺台湾，爱甲台湾当作咱的终点站。咱唔是客人，咱唔是人客，咱是食的主人，为这块土地爱来打拼。好、哦，这新客家人理论，好、哦，这是也是为客家人发展出来的理论。1111年，佫有一个起义啦，哈，啊，无要紧啦，啊，这个起义较衰啦，啊，刷落去用折刑啦，哈，啊，折刑啊，折刑是啥物意思呢？哦，那五马分尸哦，就是折刑的一种，哈。1122年，伫淡水，哦。潜入格马兰，对对，济南吼，啊，一呼百应，啊，马上就起来，吼、哦，这是1122年的革命，吼、哦，1124年嘛是有革命，1124年这年有较特殊，吼、
讲伫拍鼓山、打鼓山哦，都、就是秀山啦，今仔日的秀山啦吼、哦，高雄的秀山有山名，山的号，恁捌听到无？山的号，哦，这是历史记录，有山的号，啊，地的号，啊有，啊山号，大屯山讲号三公，安呼叫来安尼。休休叫休三天，吼、哦！啊，人就讲，哎、欸，这天要变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全在革命，吼、哦！这是一个124年的革命的活动，吼、哦！吼、哦！台湾山民记录，吼、哦，山地号记录，1682年，1682年是一个一个电视王朝的时候，台南地区有地名有土地的号。当年9月，冈山地区也有发生。1851年，彰化发生地名。1853年，5月大屯山山号三角。哎，这真奇怪哦，怎么？现在都没人在说地名的，也没人说山名的，人家说那山爆发、哦啊、那时候那山怎么好、哦、1892年4月22日全台湾地动地名、啊、地动、啊、什么叫地名，这实在没有很清楚的记录啦，对的号不知道，但是有这个记录，所以要注意。1841年，还有一个革命啦，这革命的内容我想在我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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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英舰哦，速收哦，入侵台湾哈、哦。1840年，哦，数一年，哦，这个年代都是这个鸦片战争。鸦片战争战煞了，这个鸦片公然会使入台湾，入中国。各所在去卖，吼、哦！啊，鸦片吼、哦，本来中国是无欠外国什么物件，无需要外国的产品。但是自从有鸦片了吼、哦，哇，鸦片的需要量大，所以就直进口。吼、哦！啊，你出口的物件少，啊，进口的。所以就是入朝，他开始有入朝。啊，迄阵全中国拢在入朝的时阵，干那全中国干那一个港口出朝，迄、那个港口就是淡水港。啊，淡水港是啥物定义？毋是干那即马讲，咱即马讲淡水安尼啦。淡水河起来。到个大吊顶的码头，到个万甲码头，规个拢叫做淡水港。哦，迄是淡水港的定义是安尼。哦，哦，淡水，咱有台湾有出山茶，哦，有出山，咱迄阵有出山金嘛，哦，啊有出山即个煤矿，啊硫磺。哦，还够真侪牛市哦，
1843年哦，有一个郭光侯起义事件，这个事件稍微爱搁讲一下。这个事件是哦，本来要扣税金，吼、哦，是纳古纳制，你搞七啊，搞七啊来的话，啊，即嘛哦，完全政府哦，讲不使，你爱给我现金银银，我不爱收七啊，你七啊摕去卖啊，就得着银啊，啊，我要得银。哎，这贪污嘛，好、哦、啊！这个东西就是完全政府要加提钱就对了，好、哦哦、啊！所以啊，过迄个时阵，迄个时阵哦，台湾出三币，但是海上交通哦阻碍，哦，海上交通那有阻碍了，就是鸦片战争，好、哦，以后哦，这个。有些阻碍、哦、所以牛息运不出去都赚不钱回来嘛、哦、啊这个官家、哦、任意定定自己官员自己定定为了官员的私利、哦、叫人拿现金来交、哦、啊肥了师傅、哦、自己这样自己有通赚就好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愈来这个官，这个税金愈来愈重，啊、哦，啊，贪官为着无因为股价降低而将。折射相对降低，啊，甲温度降低，吼、哦，无啦，伊专要底下做钱，就是要底下做钱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引起了一系列战争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迄阵改征600文3箍，虾米叫做600文？文有两种，一种是600，一种是72，吼、哦，就是68%的纯度。啊，一个是72%的纯度，哦，这是600加72哈、哦，所以银本身吼、哦、是一种货币吼，无贬值的一个物件在内底。你若现钞吼、哦，你若印钞票都会贬值哈、哦。啊，也个有这款的时阵吼、哦，也个有一寡糟糕，啊嘛是强收了哈。哦哦、要收现银的哈啊，都跟百姓起冲突了哈、哦。啊，但是百姓安尼啊，嘛是成夜哈，趁暗时的时候哦，殴杀赵立，就是讲哇，你这个还有个高官哦，来给你抬死哈。哦啊，这都事件都闹大去啊！闹大，大家走去郭光侯家里吼、哦、来哀求吼、哦。啊，郭光侯是当时的迄个一个有去京城国考试的武生啦吼。哦，大家在迄个大林庙来聚谈的时阵吼、哦、啊。发生冲突，好、哦，这个冲突哦，我跟咱哦，好、哦，这个就是郭光侯的厝了，吼、哦，这么翕起来吼、哦，你要看起嘛是一个真水吼，一个真大户了，吼、哦。你知道正厅，啊这。左龙右虎嘛吼，啊，都一边较大，大房爱住一边，这边住对，啊，二房住一边，吼、哦，嘿，啊，这有基地的，啊，这是更加歪的吼，
这间厝也过，即摆也过留掉了。哦，这是当年哦，我去迄、那个，即、這个在即个环球电视咧讲的时阵哦，啊，郭光豪的后代吼、哦，寄只相片我，我到即张相片。好、哦，啊，即摆有去家己的嘛吼。哦啊，郭光豪都发生事发了后，爱走离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走离台湾是坐迄、那个在腾的人啊来对走，吼、哦，在腾的人啊来对走，咱嘛有一个吼、哦，就是苏明吼，苏明都。反国民党哦，啊，伊是安怎走离台湾？伊就是化妆做光金蕉的工人，啊，金蕉人啊，光去船顶，啊，转去唱个船的内底就不会出来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船开去日本，日本警察看讲，啊，来给这个人，啊，这个人我不爱登去，吼、哦，然后就该扣起来。啊，哭起来！啊，苏明哦，苏明就讲打死啊，准备自杀。好、哦，结果国民党这边下批去个日本的大使馆，好、哦，讲这个苏明是重要的这个政治犯。好、哦，啊，日本政府就讲，政治犯啊，你这不是，你这不是贼啦，好、哦。政治犯哦，无代志，这日本给你永久居留权，哦，到所苏明啊，即马苏明也个活滴，哈，即马九十几岁，哈、哦，迄都是抗国民党干官，伊这唱个糖个人啊，爱唱个金蕉人啊，来对哦，干官啊，吼、哦，1851年，这。这事件哦，内容哦，咱都拢面下讲了吼，都、就是过一遍，直直发生了，吼、哦。1862年，吼、哦，中华四张犁的人，咱台北有七张犁，有六张犁，什么叫张犁？有人知影无？这是一种吼、哦、度量衡呐、啊，土地的一种计算方法。这是荷兰的制度，中国不是制度。吼、哦，咱有台北有六张犁嘛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伫中华四张犁，吼、哦，这是先煞小可讲一下。为中国派来班兵吼、哦，无战斗力。1862年，吼、哦，这个满清兵被盗，孔昭慈到中华台北挂会总理红毛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地调村，吼、哦，领着北挂会会长。哦，攻下彰化城，自立大元帅自居，成为独立王国。这条吼、哦，满清有三条上大的革命。第一是在这个阿武王吼、哦，在屏东；第二在彰化的这个林爽文；第三就是地条村啦。咱讲地条村，爱成立独立王国。哦，1862年，你看这真话嘛吼？1862年，1895年，哦，过30几年来呀，全台湾挂予日本了嘛。哦，啊，嘛是满清嘛是
一处征兵嘛无够，二度征兵的有法度。哦，这条村革命是拢总开去三年的时间，大概这个革命活动停止。哦，啊，这美酒吼，美酒发现到这个有一个庙，细间啊庙啦，哦，细间啊庙在遮，这看不清楚了哈。这是在台中，吼，台架，吼的所在啦，吼。伊发现到这台中崖庙啦，吼，考古学家发现吼，这是安葬吼抗清的民族英雄地条村，吼，啊，所以它改做义雄，义雄崖啦，吼庙吼。哦，对，哦，咱台湾人的民族英雄哦，咱拢个起细间啊庙，哦，托咱叫做迄落大将爷吼，有应公吼，大王公吼，哦，拢起细间的，啊，那做了别啊吼，拢起大间的，叫做移民庙。啊，小等下，咱有图片通互你看哦。这个庙的区别，哦，这仪容庙啦，哈。啊，即嘛就爱讲哦，满清政府安怎来统治台湾？哦，伊统治台湾是用个分化的政策，哦，分化政策。啊，满清官员唯恐地方，唯恐民间不乱。你民间若乱哦，卖反清就好啊。你若反清，我这个官员哦，爱调动到中国来的兵哦，我这個官就免想要做。啊，咱无调动哦，就恁去台来时候。这个。族群械斗有几个名称，哦，这里有一个完整的记录给大家看。闽客斗，这看了就知道，葫芦人跟客人来抬，因为说的语言不一样。漳泉斗，漳州人跟泉州人来抬，哦，因为漳州音跟泉州音也有稍微不一样。哦，县级斗，哦，各界分化，用个官级来分类制度。族姓斗，对姓陈的、甲姓林的、姓林的甲姓王的，哦，啊，搁一个客客斗，啊，卖想讲客家人甲客家人都袂抬咧，嘛是互相互人抬，哦，伊要安怎甲你分化，就要甲你分化，哦，同宗族斗，哦，平平姓林的。阿妈也修台就对了吼，啊，这黄姓叔侄斗吼，职业团体互斗，啊，这是有在这个宜兰的挑夫分帮派械斗，啊，罗东的西皮俘虏两帮越公械斗，这个族群械斗吼。就是满清统治台湾的法宝，哦，就是让你台湾袂下。即马国民党干嘛干款哦？伊家己分做即个台湾出生的人哦，籍贯家己写山东，家己写上海，家己写江苏。啊，甲山东人拢叫伊带包，无人讲伊山东人。啊，家己想讲伊是中国人，啊，我有推无？哦，这都是受到分化。哦，啊，我们都是台湾人，不是中国人。哦，所以这来问乡的。
宋江镇哦，这其实是分类械斗的一种哦表达方式啦。哦，表达哦，就是武力的哈、哦。分类械斗哈、哦，头前有给你分哦，分做七类啦哈、哦。哦，第一遍发生是1751年，就是朱一贵起义后的30年，哦，啊，发生了令台湾人自相残杀的分类械斗，哦，为台湾内部削弱反清的力量，啊，大家提倡这种方式，所以拢总发生38遍，就是每4年半就是发生一项大的。的事件，吼、哦，为河洛人、闽、客家人、粤械斗发展，河洛人甲客家人的后裔，甲漳州人的后裔，吼、哦，啊，同是客家人亦发生大规模的械斗，都、就是客斗了，都对，哦，不是讲客家人甲客家人都袂台，嘛是叫台不哦。所以那免甲上级请兵吼，啊请钱的时阵吼，都无该记录，所以也阁真侪行无记录的吼。所以台湾讲10年一大反，5年一小反，10年一大反，5年一小反吼。所以为这个。95年期间哦，发生92件，哦，就是讲差不多每年拢有一件，哦，上发生上最卡马兰厅，卡马兰厅就是即卖宜兰呐，哦，甲淡水厅，哦，就今仔日的桂林、台北市、桃园、新店，哦，苗栗啊，台中一部分呐。淡水厅吼，咱莫想讲，当然是淡水那里啊，是到个台中一带哦，吼，啊，迄阵的淡水是范围较宽吼。哦，啊，这是讲这个台北市哦，台北市也就有一场械斗，这龙山区嘛，哈。啊，这边大稻埕嘛，吼，啊，三义人吼，顶交三义人，甲下高顶高下高拼，啊，拼输会走去大稻埕，这可能咱拢无迄个记忆力啊，吼，但是这顶交，这是过去有这个顶下交必拼的吼。啊，走个大稻埕了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得讲吼，一户里落300家，一户户是多位，台南户，里落落港，啊300家，啊房价这个名是安怎来？有人知影无？房价吼是。原住民吼，诶，独木舟吼，叫做房价。啊，后个即个房价地区吼，淡水河边啊，啊，人讲哎，你迄什么？讲即叫做房价吼，啊，所以换做迄地名叫做房价吼，啊，所以房价就是独木舟的意思吼，一户里落300家吼。1738年，龙山寺落成。1738、1819，即要300年啊嘛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过20多年就300年啊，吼、哦，
龙山寺起起来，哈、哦，1853年顶下交聘，哦，啊，有的人讲这叫张权械斗，这叫做漳州人甲泉州人在抬啊，哈、哦，后按这个讲法，啊，泉州人输招来大稻埕，大稻埕就是即卖延边北路。哦，重庆北路，哦，一带叫大稻埕，哦，啊，这是讲因会发生的原因啦，吼、哦，但是这个原因不管安怎，就是讲因互相看袂佮意，吼、哦。啊，个迄个政府的官员那边来对的，甲你塞咯，吼、哦，啊，才起起来一个抗争。啊，这个就是，即马大稻埕，泉州人伫拜庙，下海城隍，下海城隍庙，这当年吼、哦，5月13吼、哦，大拜拜。因为我就是大稻埕爱人、哦、所以我知道5月13大拜拜、哦、啊，现在这个庙地多呢，这个庙地在哪？不是啊，在这个哎，永乐市场一带、哦、年货大街，对，地下地下，哦，诶，南京西路较北边一挂，哈、哦，即摆也搁伫，因为械斗过程哦，官方哦只做哦办理控制规模。的民变角色，所以民众不再相信法治、哦、直到日治时期才渐渐改善，所以日本人一来管台湾都没这个族群械斗啊，一向都没去啊，这有很大的关系，这个满清的官员你如果没台伊都官都袂做诶咧，啊！你尽量甲你鼓励，互你抬。哦，这嘛促成平埔族的迁徙，国加速汉化。哦，所以加速汉化，啊！咱台湾人85%是平埔族。啊，你要相信无？85%，这是林玛丽的数字。林玛丽是马街病院的血统哦，分析师哈、哦。啊，咱的身骨拢有记号滴，你知啥记号？哈？我跟你讲哦，手骨啊，手骨有损啊，有损哦。我姐姐，你家己落去边一个，你有看得到哦。我叫一个皮包做个来，互你看哦。这一撮对是咱的副主席啊，潘良华，你啊，你手足啊。电钻我看一下，好、哦，反正话哦，这比如说哦，这毫无疑问哦，为伊外相哦看出来哦，这是比如说的哈、哦，啊，结果哦，咱大家拢有这款的，啊、哦，看你是不是台湾人哈、哦，来，
啊好，我你爱在弄我看一下。有啦，这个所在起落吼，啊，就是一顺哦，对啦，啊，比波的嘛吼，啊，你都不是中国人嘛，因为还佫一项，咱哦，在讲迄个婚丧喜庆吼，母姑坐大位，好无？有无？安尼就必备嘛。因为咱母姑坐大位，上大伊咱上大，下着母系社会。因为比伯族是母系社会，查某是家长嘛，吼、哦，啊家长的时阵，你这个家长的迄个哥哥啊弟弟哦坐大位，啊老爸那边哦拢罗汉卡。对。咱的血统哦，已经85%是皮薄的，啊个脚砖头啊吼，马仔会增加小个鼻，有啊，咖啡师啊，所以咱台湾人吼，唔是中国人，这都是证明吼。啊，二伫1946年哦，蒋介石把咱台湾人的国籍改做中华民国国籍。
哦，唔对啦。咱台湾人就是台湾人，哦。啊，但是呢，无迄船哦，嘛无一定啦，哦，无一定啊。啊，但是有船，你都证明是啦，哦。啊，即马阁刷落去，爱来讲这满清移民啦，吼、哦，满清移民。当时哦，满清移民哦，规定哦，有广东移民、洛港移民、原住民、毛移民，意思就是讲，伊甲你分化工课做甲真侪啦。哦，广东移民就是大概是讲客家话的咯。啊！伊安怎来招即个移民呢？吼，就是，互你官职、银两、抚恤、四典、免租税、建忠义厅，吼、哦，颁贬褒扬，吼、哦，让一部分的分化的人加入，协助满清统治者的满清移民。啊，林松文是用个漳州人为主体，吼、哦，所以是，也所以乾隆的对策就是讲，广东移民与泉州移民来分化漳州人的制衡，吼、哦，所以统治台湾哦，唯一的法宝就是分化，到个即马嘛得甲你分化，吼、哦，无甲你讲。融合，我给你分化，如分化，所以有人讲，我把你当作人看哦。其实是怎么样的？哦，哦，这些就是包装了啊，就是讲，哇，你退我死哦，爱死，和你去死。啊，甲你，互你一个包装，安尼，安都解决啦。啊，阿姨的，这就是咱受骗啦，吼。啊，但是移民吼，后来发展吼，变成一种哦，查啦。其名为义民，其实比贼甚。好、哦，这是卢德家凤山采访册来对下来。好、哦，义民得满清官方的分化下，提出升官、包装、升义贬、赏银、免租税等等了哈，后来忘记原本追求自主，不受奴隶。但失去原来的意思了哈。好、哦，啊，你看嘛，这哈、哦、六堆忠义祠啊，这完全退去的，啊，这个大经嘛哈、哦。在日本时代的时候哦。日本人也去笼络六堆的军民的人心，哦，期待哦，六堆的居民哦，伊想讲六堆的居民真好骗，会这个廖伯啊精神哦，转化对天皇的效忠了，所以郭那边派大官来参加他的祭典。日本派任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元太郎，马去六堆了，啊、哦，都会使运用的哦，都拢给你运用的，因为
为什么日本的这个中毒爱做一挂代志？伊拄啊来台湾的时喏，拄到台湾人哦，该病咧。日本人有钱咧，啊，台湾人有德国咧，啊，德国到菜刀都甲咧病啊，吼、哦，啊，病啊，日本人哦，走无路吼，啊，所以讲啊好啊，啊，就甲你收拾啦吼，来、哦、甲你 kill 啦吼。哦啊！你看，哦，你有中意哦，你这六堆哦，啊，你要不要啊？你要不要死鬼洞来？我来，啊，这就是六堆的，迄、那个诶所在了，是前堆后堆的哈、哦，先锋堆的前堆后堆，左堆右堆中堆。这个时候在屏东啦，这看拢袂清楚。以前吼，伊是名义上是讲效忠朝廷，诶，美丽口号下忘了大局，好、哦，所以满清义民完全脱离了反清复明，进一步扶清灭台，好、哦，为有志之士所不辞了，好、哦，满清义民也没有汉族人应有的立场，好、哦，不但不帮助。同是汉民族的反清革命，反而加入贼群，成为帮凶。这就是大家要注意的哈。义民哦，不是讲哦，都是族群的专用的名称的哈。客家人得面对漳州人、泉州人与原住民的记哦，特别强调哦，自身对于义民符号的认同，哦，这是真害了哈、哦。但是现在有志之士拢知影，哦，满清义民应解释为一群无义之民呐、啊，哦，不义之民呐、啊，哈、哦。这现代庙哈，移民庙，啊、哦，这间都是移民庙了哈、哦，啊，起个足水的哈、哦，啊，这新埔的移民庙，啊，这平镇的移民庙，拢起真大间，哈、哦，这。政府提钱起来起的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有一个新客家的理论，吼、哦。伊是安怎讲？临东台湾洋气做客的心态，各地散居的客家人应割断原乡系带，脱离母体，要健康成长，就应该认同立足当地，努力去做当地的主人。才是生活之路。好，这下落镜头。台湾客家人的原乡就是自己踩着的土地上。客家人的原乡就在台湾，台湾是客家人流浪的终点。当客家人不再流浪的客家，把台湾当作自己永远的家，才是客家人首要的课题。这是。新客家人的理论，对讲爱甲台湾看做领导，唔是我来这里做客，啊，小在做了别啊都好，哦，
若客家人将台湾视为自己永远的家，任何人将无法分化。哦、同样做韩直爱的 一份子、哦，这是新客家人理论。哦、啊，韩直啊代表，因为韩直迄个形哦，甲台湾岛的形甲小化形哦，所以就讲台湾人哦，讲台拢咱韩族啊。这是一个啊，龟孤逼的哈，孤逼的哈，龟背的哈，孤背。这等一下，我只要进入多哦。这个台南哦，赤崁楼外口都有啦。啊，这是写到这个汉文跟满文，哈、哦，一边写汉文，一边写满文。啊，其实这就是，这就是迄个，甲移民有关联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讲大鹏讲，吼、哦，甲普渡的由来，吼、哦。台湾四百年历史，荷兰人来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迄个时阵有计怀疑，吼、哦。发生大大的战争，满清的时候三年一小反，五年一大乱，吼、哦。啊，日本时代，咱有七年的会战，十四年的武装起义，分林大屠杀，啊，讲着大虐杀，大八年大屠杀，大八年都已。现在玉井啦，大八年，玉井的隔壁哦。OK， 因为咱真侪被人台死的人吼。台湾人真侪方台死啊，台死在路边哦，啊，蒋介石啊，因敢无甲你捡收尸起来，甲你起庙，无咧吼，拢是哦，拢是各地村庄吼、哦，该合葬，创一个墓碑叫做大鹏公、幽燕公，所以咱台湾有。田头田尾土地公，砖头砖尾大鹏公，都是真侪无名的尸体，该捡起来，该创鬼窟，该给抬落去。吼、哦，啊，即挂都是大鹏公、幽燕公、霸心爷。吼、哦，啊，即挂其实就是咱台湾的民族英雄。啊，即嘛叫做啥物？即嘛叫做好兄弟。每年的七月十五，普渡，哦，普渡是咱台湾特有的一个节日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外地拢无，咱台湾都经过遐尼大的困难，吼、哦，这大鹏公，这是民国二十年至三年，哦。1859年，同归所，哦，啊有做金道，千家祠，大将庙，哦，幽燕宫，即群为台湾牺牲性命。诶，无名建书的公墓，袂使进入去忠烈祠，都在外来统治下，有拄即种大鹏公、幽燕公，这是台湾人对因的敬意。吼、哦，咱台湾人对因有尊敬，吼、哦，所以叫伊好兄弟。吼、哦，你知即间八里幽燕公祠，吼、哦。
这细啊囝仔来遐啦吼，这翕相敢若真大个嘞吼，吼，啊，这伫路边诶吼，这后壁吼拢是尸体啦，吼，啊，那这两间吼，啥物区别？这间是幽燕公阿庙，这间是土地公庙，土地公无会使翘起来。好、哦，所以咱台湾人为着即寡，为着咱来牺牲性命的人，叫伊好兄弟。啊，做普渡，哦，这你看这嘛，这几百年了吧，哦，所以咱数百年来受到外来的通敌，哦，拢过着真无爽快的日子，哦，幽燕公，yeah。这一支扫帚这么高啦，啊，所以你看，你就知讲这间是差不多这高啦来了。好啊，安尼，咱今日讲到这哦，有啥物问题无？啊，咱哎，搁讲一项代志啦。咱台湾人甲长沙人诶无共款。有一个叫做日本人哦，叫做后藤新平来台湾，发现着这个台湾人哦，反抗日本那遐尼厉害，甲中国人差太侪，所以伊就去调查，啊写一份资，这份叫做《台湾旧惯调查》，旧的习惯调查，啊我去图书馆有编着一份资。伊讲台湾人分做两种，一种是唔惊死吼的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；一种是爱钱惊死叫爱面水的长沙人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即句爱钱惊死叫爱面水吼、哦，去有一挂垃圾人再来骂台湾人，讲爱钱惊死叫爱面水。对马兰台湾人，咱今晚重新证明一下，爱钱惊死，搁爱面水，就是这个长沙人。爱钱惊死，搁爱面水。嗯，啊，搁一项，1895年，满清上大的一支军队。是老英号，老英号的军队吼、哦，这个有上出名的黑旗军，啊，伊领着黑旗军吼、哦，日本拍个日本兵拍个家己来吼、哦，伊要投降，伊就派人来个台北的迄、那个甲华山之计吼、哦，总督讲，我要投降了，无要甲你。我们长沙人无要甲你日本人战，伊讲你要导航会使，你就去战地司令哦，甲战地司令讲嘛。啊，战地啊，就佫派人去甲战地司令讲。啊，战地司令讲会使啊，你来我遮面头前来跪，来甲求啊，伊爱来甲求，我毋得会使答应你，毋是派一个人来讲就准拄好啊。啊，即、这个老英雄哦。感觉安尼毋是说，暗时化妆做阿婆啊，老太婆，啊为哩安平港走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吼、哦，咱台湾人有一句俗语叫做阿婆啊浪港，就是讲长沙人阿婆啊浪港，吼、哦，啊咱即摆定来有俗语讲啊好浪啊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我要走啊，吼、哦。啊浪，滚！你要无浪就奈使，
吼、哦，因为华哥迄码头安尼爱爱浪一下，好，讲到这，谢谢，请起立。今日休困十分钟。